弯右拐如贪食蛇般的排队阵仗，仿佛像入场前必经历的仪式。假日最久得排上一小时，还要拿这个。门边叠高的洗衣篮当购物篮用，位于苗栗苑里交流道附近，这间卖肉干零食的伴手礼老店，年节前被各地选购人潮攻占。从台北，因为这里很红啊，然后看到人很多就进来了。好像比较有名的肉干吧，几乎都是肉干。从高雄过来，特地从高雄过来。对。那每年都会来买吗？对，每年都会来买。从新竹来买的，买了蛮多的爆米花，然后可可豆、肉干，还有什么玉米条、萝卜糕、瓜子，什么零食什么都买。一篮篮战利品装满满，人潮持续饱和状态，约70人同时在店内采买。哔哔声此起彼落，结账部队一人负责狂刷条码，另一人快手装袋，才消化得了大量涌入的采买人潮。排队场景也出现在彰化的蛋黄酥名店。要送礼的，那如果排了很久也没关系。中秋节排，过年也要排，人龙延伸到马路上，不惜花上时间成本。只能说这些热门伴手礼遇上节庆大日，想要成功购买，在达阵前排队成为必然标配。三立新闻许淑慧、张乃志、陈品豪、彰化苗栗综合报道。